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为大家解说的小编。说起刘亦菲和杨颖，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熟悉了。刘亦菲在之前塑造了许多经典形象，更是被网友称作神仙姐姐。而杨颖的模特出身，更是凭借着出色的颜值让网友们所重视。而最近他们俩人就罕见同框了一次，当天刘亦菲和杨颖都穿了非常盛大好看的裙子，而且脚上还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。这个时候下台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而这个时候刘亦菲手里还拿着一个东西就更加困难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杨颖伸出一只手扶着她下了台。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人们都是非常高兴，没有想到私下里面两个人的关系很不错，也没想到 baby 会是如此的温柔暖心的一个人。不过一些细心的人关注点就在肤色上了，作为年纪差不多的人，当看到皮肤后大家都惊讶了， baby 是十分白皙细腻，看起来比较自然一些，但是神仙姐姐肌肤保养也是非常好，甚至给人的感觉就像会发光一样。两人在一起后对比也是非常的明显的。那么大家更喜欢哪一位呢？